原标题：与快讯黄新颖晒3.10万男友视觉，林雪叫渣渣辉激到张家辉爆粗曾患乳癌，林淑敏希望活到80岁。林淑敏出席维特健龄母亲节活动，曾患乳癌的她现已康复。她表示，过左7年了，一家保持每年验身一次，我本身又有跑步，愿望系活到80岁，老公陪你跑，徐化跑10分钟见晕，半个钟见呕呀。谈到这个品牌先后邀的影后及事后担任代言人，林淑敏坦言，嫌我全毛压力开，无会以得奖为目标，我只系享受演戏开过程，不觉我觉得毛顺云好劲，戏个好好开学习对象。大玩男友视角，黄新颖晒3.10派福利。艺人黄新颖近日就资助2个家姐黄新庙、黄新慧同一生女 LV 琪琪去左泰国探世界，连日里都晒左无少旅行点滴。晒完三姊妹凯合照之后，今次新颖终于晒出泳装照了，而且重要完美男友视角，搞到一般网民地道心欲欲，相中见报喜，坐左席沙滩椅上凯新颖以3.10泳装上阵，大晒白华美背肩享受日光浴，真系实叹新颖中化自己系骚背影留言 So in person see love and good vibes 享受阳光爱童充满活力，咦，一家平均每年这 bikini 一次，有进步啦。ENJOYYOURHOLIDAYTODEVENEVIONE 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假期 ，Doing something holiday 景骚背影。无少网民都起誓嫌叫新颖晒正面照，众有人话背面都流晒鼻涕啦，正面中得了凯。不过吴之家姐黄新庙系咪地道大家凯要求。新庙之后就晒左张曲同新颖凯正面照出离，逼各位网友被大派福利。而另一边厢歌手陈佳音亦同样晒出背面泳装照，不过曲就其左席一滴较为阴凉凯地方，而且重要带埋黑超无通系怕晒。佳音留言 Happy Holiday 今日去冰马尼亚你地的，一般网民都叫佳音做人要正面滴，众教区辅多低镜像戳离，逼大家想下眼福。程程私人资料被放上网，小美赤侵犯私隐。昨日在社交网有疑似程程申请有关车牌开表格资料流出，就连被指系证件像同埋签名式样都曝光。消息指程程席4月26日西珠海车管所办理车牌，重化局买卖楼。东网记者就问到程程经理人小美回应，不过曲当时身在加拿大，直至今日小美就回复东网，有关程程之证件照及其他资料被胡乱刊登，当然很不快和不满，因为绝对是侵犯其私隐。我只能说程程日前只是去处理一些驾驶执照上的事宜，至于网上胡乱的报道均是一些浑水摸鱼之徒缺德的创作，不想回应。陈伟霆舞动京城霆锋摇滚一起动起来，最近勤练吉他练到手指起茧，搞到开悟到无期指纹锁，要改用脚指纹开门的谢霆锋连同陈伟霆 William 即成为今次音乐节开亚洲华人代表，与世界级音乐人同台献技，可谓微道尽。在霆锋表演环节，虽然台上的 label 只是打出霆锋名字，但台下3万观众已经一爆喉咙。然后8人乐队出场，带主黑超的霆锋走到台前，以玉蝴蝶打开序幕，听到音乐前奏全场立即嗨爆。唱完后他跟歌迷打招呼 Hello Beijing， 然后便唱出最新派台歌放肆，因为爱所以爱之后一段吉他 solo 更令 FA 进入疯狂状态，随后唱出异想天开同经典歌谢谢你的爱1999。当大家以为唱完时候霆锋又来一段活着 Diva 的节拍 solo， 一句一起动起来将气氛推至高潮，姐姐就是 William 与舞蹈员又跳又唱女皇，跳到兴起，原本着住长袖外套的 William 除剩件黑色背心，大晒皆是麒麟臂，胸肌若隐若现， FA 疯狂尖叫。而 William 亦好贴心，为照顾不同方位的 FA， 他由原本的主舞台走到去另一舞台大唱 Love 2， FA 当堂淋淋珠。最后
William 同大班舞蹈员跳唱 W 企划群众化。其实中国不缺顶尖的舞者，任有两女一子，黄翠如、吴怀女女贤早结婚，艺人黄翠如出席宣明会助养同享快乐旅程记者会，她表示现实有助养六岁女儿八一及十一岁儿子拜诺，在之前曾助养一个女儿，但已经成年自立。她笑言曾赴孟加拉探望女儿，好似相比一样，趁机有向女儿训话，叫徐吴怀拍拖同贤早结婚，因为当地比较穷，同埋好多同婚问题，女仔13岁就要嫁人，就叫徐弟心机读好书。谈及他有一仔一女凑够好字，翠如表示是机构安排，并无系刻意要求，又认为第一次探望感觉好得意，一直都有书信来往，未见面时幻想区的戏高大低，去到见到个女43岁，各仔一都好矮。葛边经济无好一日时得一餐饭，翠如表示八一正在就学，当时有带备食物、文具、水壶及带给予当地儿童，直言带的几多得几多，离开时亦感到好难过。我男友肖正南可有助养儿童，他表示已帮对方填表，等他回来签名。渠知当地问题，有份买布袋在同水壶，都希望有一日会同渠一起去，但首先需要做左助养者先。今次系一个好好凯生命体验，应每日传媒报道网民劝卓林勿利用成龙名气。18岁小龙女吴卓林与30岁外籍女友 Andy 日前透过 YouTube 求助，声称无家可归，由于她自称是成龙女儿，因而引起英美日传媒注意。美国 People、 英国每日邮报、英国太阳报及日本日刊体育报等均有报道。英国每日邮报以成龙的疏远女儿无家可归、演员的19岁私生女与女友因为有恐同家长而住在天桥底，大部分网友留言指二人应去问公，娶的系成年人，学其他人去问公啦。至于 People 亦有重提卓林于三年前一个访问中曾经讲过无党成龙系爸爸，报道亦有提及卓林去年在 IG 出柜示爱一事。不少网友看过报道后都直指卓林利用成龙名气树根嫂王启勤患脑血瘤，最担心14岁仔仔近期演出无限剧《平安谷之鬼谷传奇》中扮演公家新娘亲树根嫂一角的王启勤爆出患脑血瘤，现年53岁的他86年夺电视小姐冠军入行，加入无限后曾拍过大运河饰演红拂女而广为人所熟识，之后他曾到马来西亚发展，与圈外人结婚后便淡出，目前现育有一名14岁儿子。三年前重返娘家无限拍剧，据知王启勤早前经常头痛不适，检查后发现患上脑动脉血管瘤俗称脑血瘤，知道生脑血瘤后王启勤非常担心，始终儿子重戏只有14岁，担心自己万一有事不能再照顾儿子，最后他接受医生建议入院做切除手术，休养了半年，现已康复。患病后令他更加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现时除一中医针九条里外，饮食亦健康及坚实，做瑜伽减压。林雪叫张家辉做渣渣辉导演，请连接 WiFi 观看。张家辉近日资助林雪、张继聪宣传指导新戏《低压槽》，期间三人大玩游戏并用抽中凯关键字答问题，虽然家辉不时搞 gag 叫林雪讲英文，不过林雪都无直输，并叫家辉做渣渣辉导演，搞到现场笑无停。如果想知道家辉反应，闲就一定要去片。为了被杀文落，周柏豪曾想做职业篮球员歌手，周柏豪出席一个职业博览分享会，跟大学生分享自己的追梦经历，提到成为歌手的历程，他说我都曾经梦想做职业篮球员和厨师，甚至有甚过做职业赛车手，直到20几岁先至将对音乐感兴趣转化为终身职业。问到他音乐事业中遇过最大的挑战时，他细数了三件事。第一个挑战系我自己，我曾拒绝尝试认为做舞蹈凯事，但过后会发现我凯决定系错凯，好似跳舞，直至举行10周年纪念个人演唱会时，我先发现跳舞系能够胜任凯事。第二个挑战系处理负面评价，那低评价不容易面对，但那低往往系进步凯动力，
好多时候，负面评价能够帮助你成长，而我会抱着批判凯态度去听取呢？第一件，最后一个挑战系时间。我年轻时一直以为拥有无限凯时间，但事实上，时间从来都系无够用。你应该精明的运用时间，并有良好凯计划。我会定下无同凯目标，并自己既定凯时间表，避免白白浪费。当众试床，千家女神陈婉恒问猛男翻屋，无限小花陈婉恒 ，ALYZIA 年前获身由加拿大返港发展，一直名多余利，收入一般的他一厢一租，新租住位于香港仔的单位，一住四年无舍得搬。不过近日业主跟租条例收楼，最迟本月初他便要迁出。经闻噩耗后，在被娱乐新闻台派差离港公干超过一周，卯时间、卯弹药之下，阿文秀大感彷徨无助。幸而最终得哥哥出手相助，成功租得月租万多元，位于北角的新居。阿文秀近日被发现单拖现身铜锣湾大型家私店，主供大件底时的佳品，上至书画，下至茶几及破衣柜，统统不放过。期间身穿贴身背心的他，不时拿软尺度位。地中其中一张约900元的书画床时，他意欲试粉，却不懂如何开启，显得鸡手压脚，令不少途人驻足八卦。他却意于少理 ALYZIA 于家私店停留约个多小时后，再徒步往附近佳品店买地拖。平日爱扮静静抢 FO 的他，放下女神形象，与身旁吃奶争平野，相当贴地。事后记者与 Alicia 取得联络，他无奈为真戏签的就签了，因为今次搬屋无戏我预算之内，当初好担心租屋到楼搬屋切要粉天桥底低加私，最紧要平用的就算始终戏租盘吗？第十再搬我毛沈住拆走了。坦白讲，我今次连搬屋公司都毛请沈住拖车，问几个猛男朋友帮下手，最多请反渠的事。